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部分呢，要提到的就是 function 用语，是我们说的功能用语。好，那今天的功能用语要讲的是，わかりましたか？わかりました。是知道了。わかりましたか？是知道了吗？这个单词其实它的基本形是这样的，一个哇，一个咔，一个噜。わかる，它是一个五段动词，它变成 mas 型的话呢，会把 lu 变成 li，所以我说我现在我知道，我会说わかります。如果是知道了，会把 mas 变成 masta，所以是わかりました。好，我们读一下，知道わかります，知道了わかりました。好，如果说知道吗？わかりますか？那你知道了吗？わかりましたか？所以现在为什么这里出现的是？わかりましたか？是过去疑问，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老师说，皆さん、大家、質問はありますか？大家有问题吗？いいえ、ありません。不，我没有问题了。好，那还有一种呢，说嗨，あります，有问题。那这个时候，老师还可以继续问说，那大家已经充分的理解了吗？わかりましたか？你懂了吗？よく在这里表程度。意思是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吗？よくわかりましたか？好，第一种情况是是的，我确实非常清楚了，那就是はい、よくわかりました。过去疑问句，那么回答用过去式的肯定就好了。还有一种否定回答的是いいえ、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。よく除了表肯定之外，还可以表否定，表示非常懂或非常不懂。好，我们再读一次。皆さん、質問はありますか？いいえ、ありません。はい、あります。よくわかりましたか？はい、よくわかりました。いいえ、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。好，我们的单词部分和功能用语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是前文的部分。